郑爽芳向左新电影站台，和郭碧婷同框比美，坐公交回家接地气。郑爽芳向左新电影站台，和郭碧婷同框比美，坐公交回家接地气。向左最近有一部新电影上映，叫《我的拳王男友》。近日为了宣传电影，向左郭碧婷夫妇和向太陈岚都出席了电影的首映现场。而在女儿们的恋爱中结识的郑爽，也带着爸爸前来站台加油。因为都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，所以郑爽和向左郭碧婷认识成为了好朋友。这次向左新电影上映，一向讲义气的郑爽欣然前往。郑爽选择了一身利落的上衣配长裤的打扮，并没有抢郭碧婷的风头。小仙女真的是人美心善，不过这次郑爽现身，还是有很多人把关注点放到了她的鼻子上。之前郑爽的鼻子已经上了两次热搜，很多网友觉得郑爽鼻子现在很奇怪，看起来和之前的状态不太一样。